苗栗竹南有着机车骑士硬是要逆向钻车，害得这被害人不幸被撞飞。转弯处突然出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，钻进汽车跟路缘中间的小缝。另一辆顺向的摩托车紧急刹车，撞上路缘后跌倒，巨大的声响吓坏所有人。目击事发过程的骑士赶紧下车阻止逆向骑士离开现场，但是逆向骑士却当没他的事进行离开。驾驶酒测值为零，警方现场依规处置。后续普通机车有逆向行驶的形式，而案内事故车辆未闪躲，进而有发生事故的部分。事发在上个月底28日，苗栗竹南柯砖山路近仁爱路口。警方根据民众提供的影像画面追查违规行驶车辆，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厘清事故原因。警车在台61快速道路减速慢行，拦下内线逆向的机车，带回派出所调查，才知道这名高龄77岁的阳性骑士从高雄出发要去彰化找朋友，却意外骑上快速道路，因未注意道路标志标线指示而误上61线快速道路。阿贝访友误上快速道路，警方依法开罚，通知家属带回，幸好没发生意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彭光许、方中诚报道。